谁赢了？张三和李四一起下棋，张三输了。可是张三不愿意说出我输了这三个字。有人问他，张三，你和李四下棋，谁赢了？张三回答说，我和李四下了三盘棋，第一盘他没输，第二盘我没赢，第三盘呢，我想胜，他不让我胜。早发白帝城，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，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